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王昭君目前最好看的两款皮肤，分别就是偶像歌手和凤凰于飞了。那么这两款皮肤，哪款皮肤特效更好看呢？今天我们就来同屏对比看看。首先说说半身像，伟哥觉得偶像歌手的半身像会更好看一点，可能是眼神的原因。凤凰于飞的眼神就像嫌弃的眼神。游戏中的造型，两款皮肤各有千秋，算是五五开。而自带护盾的效果，感觉还是凤凰于飞的好看。护盾内有凤凰在不停的环绕，走路动作都一样，特别是走路时的拖尾特效。两款皮肤也是各有特点，凤凰于飞有金色的羽毛特效，偶像歌手则有粉色的小星星效果。一技能特效对比，凤凰于飞有金凤凰的效果出现，而偶像歌手则是三个爱心拼在一起。个人觉得一技能凤凰于飞的效果会更好一点。二技能特效对比，凤凰于飞是一只凤凰旋转飞行，偶像歌手是一颗比较大的爱心出现，随后有爱心飘出来的特效。不过个人觉得还是凤凰于飞的二技能更好看一点，毕竟凤凰看起来更华丽一些嘛。三技能特效对比，偶像歌手下的是爱心雨，爱心落到地板上会有小爱心出现，而凤凰于飞就类似火焰的特效，这一点就不如偶像歌手好看了。最后总结一下，两款皮肤的特效差距其实也不是很大，偶像歌手是可以通过积分夺宝获得的，如果说运气好，通过免费获得的积分夺宝券抽到的话，那么偶像歌手这款皮肤就非常有性价比了，相当于白嫖的史诗皮肤嘛。并且偶像歌手还有星元皮肤，这一点也是凤凰于飞不能比的。凤凰于飞主要是限定皮肤，在稀有度上会比偶像歌手好一点吧。那么小伙伴，王昭君的这两款皮肤，你们更喜欢哪一款呢？